我要去四里城。王鹤棣的义弟，输了又要一星百胜阁了。What's up, bro？ 我们出发去湖州，路跑男。 去酒店之前，准备去超市补给一些吃吃喝喝的东西。只要百事，怎么回事？老板多今年百事可乐呀？百事可乐超好喝的。 自己在街头独自抱着一件百事可乐，行走斑马线。到酒店喽，节目组真好，给我们安排的住的地方都是这么好看的房子。哇哦，真不错呀，真不错，还带电视呢。 可以看电影，美滋滋。说实话，这是我第一次出通告，就大家伙一块住这种，被你赶上了。那以前我们都各自一个房间，就每次回到自己房间了过后，就挺无聊的，就得互相串门玩。这种大家住一块了，那多方便。经过了7个小时的奔波，我们现在终于到酒店了，然后一会儿等我们的。 另一位摄影师朋友到了，咱们就可以吃宵夜了。LeBron James, my idol, my king. 下注，快，我和张哥下注，输了一人一星百事可乐啊。 吃完喝完，打完游戏，睡觉了。晚安，明天见。出去了，晚安，拜拜。然后一会儿等我们的另一位摄影师朋友到了，咱们就可以吃宵夜了。
吃得完吗？嗯，慢慢吃能吃得完。你才吃这么点儿。我现在多吃一口，白天就得多跑10公里。你说呢？跟你感叹，那以前都各自一个房间，就每次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，就挺无聊的，就得互相串门玩。这一宿大家住一块儿了。